新闻接下来看是教育部2009年度全国家庭教育工作会议，对3号开始一连两天，在嘉义市登场。为期两天的会议是由教育部的常务处长林腾蛟亲自来主持开幕仪式，邀集到全国各县市代表出席现场，与会人数超过130个人，大家做伙来研讨家庭教育议题，针对着推动家庭教育工作的政策方向来凝聚共识。教育部全国家庭教育工作会议今年首度以苏澳嘉义市举行，由教育部常务处长林腾蛟亲自主持开幕，来自全国各县市上百位教育工作者聚集做会，共同探讨家庭教育议题，针对未来推动家庭教育的策略和具体方针，凝聚大家的共识。我们也非常期待这两天的家庭教育会议，一方面呢能够盘点呢我们家庭教育的相关的一个资源，更重要的部分，希望呢能够呢强化我们整体的家庭的功能，能够呢让家庭呢成为每一个成员的最坚强的这样子的一个后盾哈，那同时呢也能够厚实呢我们社会的一个坚强的这样一个基础。那对这两天的会议哈，非常的期待，也能够希望呢透过这两天会议非常扎实的安排，能够呢把相关的意见呢能够做一些的共识凝聚。彼此呢，各县市做一个分享，相关的意见呢，也希望能够提供给教育部，作为未来推动家庭教育政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。嘉义市长吴秉辉亲自到会议现场，来感谢教育部肯定嘉义市在推动家庭教育业务的努力和成果，期待透过这次的会议，也会当展开中央和地方沟通对话的平台。嘉义市本来就是重视家庭教育，因为这是最重要的根本。我们期望透过家庭教育，让我们未来无论在学校、在社会，能够有更好的力量、好的模范的推动。那再一次感谢各位伙伴来到这里。这几天，如果大家看到有来这里开会的各个县市的伙伴，嘉义人不要忘了好好的接待哦。再一次谢谢教育部对嘉义市大力的支持，我们更会努力把所有的教育工作做好，让我们全国大家都喜欢嘉义市。为期两天的课程，除了有讲座和研讨，更将会安排到嘉义市特色文化学习之旅，包括快意生活村、嘉义祭祀所的参观行程，要让有会人员在两天的防疫新生活学习旅程，不只是专业学习收获满满，更会当满载能量，重新回去工作职场。最新新闻就定是王秀山嘉义市采访报道。旺 TV 行动客服全新登场喽！现在只要下载旺 TV 行动客服 APP， 并登入您的收视户资料，就可以马上查询电子账单、发票及直播频道等行动账单客服服务，让您带着走，一次满足所有需求。旺 TV 行动客服最聪明，请快去下载哦！旺 TV 数位电视。